曼妮啊！爸。是我们家进人了，我现在跟着他。如果15分钟之后还没有联系你的话，你记得找人来帮我。难道是那个人？明明刚才还通了，怎么这会儿不通了？方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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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方……对不起，总裁，我要找方翔，明说也行。你要弄清楚，这是你找人的地方吗？对不起，我知道我不应该随便来这儿，但是我有急事儿，一定要找到方翔。刚刚曼曼跟我说家里进人了，让我找人帮忙，但是现在给他打电话他又不通。今天要结束在这里了吗？不，我还不想就这么离开。当初心妍救了我，我还没有替他实现心愿，也没有替他抓到凶手。还有那个人，我还没有和他再见面。喂，星城。喂，沈曼宁。喂，星城。沈曼宁，你在哪儿？我现在，我在一个货车里面。我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。告诉我你在哪儿。好像是之前那个绑架我的黑衣人，他把我骗了进来。沈曼宁，你听清楚我的话，不要做无所谓的求救，消耗体力。把你的位置共享打开，保存电量，不要发出任何声音。我会来救你的，听到了没有？回答我。听到了。沈曼宁，喂。沈曼宁。
昌。沈曼娘，先生，快上来呀！上来呀！危险！危险！谁发誓要不顾一切的曼娘，盼用再拒绝一个时间点。曼娘，不知不觉的以为托元帅下面海滩，快点。妈妈，曼娘，你醒醒，妈妈。